欢迎收看每周一到周日晚间九点播出的张友华挺三国。我们上期是讲到了，好，蜀汉没有宗室之乱，也没有外戚之祸，也没有宦官之祸。那相对于蜀汉的政治，比起曹魏跟东吴来讲，算是清明。而且他的执政大臣，无论是诸葛亮，无论是蒋琬，无论是费祎，无论是姜维，他们都算是清廉，都算是清廉。我们常讲清官就是一个好官，但是清官是不是好官，你要看他做的是哪一些事情。当然一个当官，好，中国古代当官它有三重意思，第一个身份地位的提高，第二个呢可以光耀门楣，除了光耀门楣以外，它更重要的随着权力而来，就是他的钱财也会滚滚而来，因为他们制定的政策，好，制定的政策他们就跟经济都有密切的关系。但是蜀汉不一样，蜀汉的政治制度，各位去看，好，看所谓的东夷传也好，所谓的乌桓传跟鲜卑等，这一些我们其中可以看得出来，诸葛亮的经济发展那显然是放在两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蜀锦，那第二个地方，好，第二个地方就是诸葛亮他是把所有的国营事业把它通通掌握在中央政府的手上，以此去扩充国家的财源。那过去我们讲过哈，直白五铢，那我们现在就是讲所谓的诸葛亮式的经济。诸葛亮式的经济就是战时经济兼国营事业，这个是需要有能力的人才能够做得到，否则必然会造成贪污的横行。那当然这个是另外一方面。那我们这一期是秉持着上一期讲到外戚、宗室跟权臣还有宦官，那这一期我们就来讲蜀汉内廷与丞相府。我们为什么要从吴懿这个人把蜀汉的政治把它通通都给讲得清清楚楚？因为就刘备的白帝头骨来讲的话，以吴懿的政治资历，以吴懿的身份地位，都在李严之上。那换句话说，像东汉真正托孤都是托给大将军，那皇后不是大将军的女儿就是姐姐跟妹妹。所以各位去看，有马皇后，有窦皇后，那到了晚期才有一个何太后。那何太后的出身其实确确来说不高，那东汉整个的皇后就在四姓的手上，马家、窦家、王家、梁家。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哈、所以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东汉他所有的政治弊病在蜀汉看不到。那蜀汉虽然表面上是承接着是东汉的政治体制，但是实质上已经跟东汉之间有很大的区别。那我为什么讲从吴懿来讲那个内廷跟丞相府，按理说刘备白帝托孤应该托给吴懿跟谁？跟诸葛亮，而不是李严。李严毕竟是地方太守，而吴懿他的妹妹是皇后。但是各位想想看，刘备为什么不托孤给吴懿？他那么信任吴懿，但是他为什么不想托孤给吴懿？
因为刘备知道一旦托孤给吴懿，由于政治体制的设计，内廷跟外朝之间必然会冲突不断。一旦内廷跟外朝冲突不断的情况之下，我可以告诉各位，只要这两者之间不断的发生摩擦的话，诸葛亮很难做事，吴懿也不可能做事。因为这个制度的设计，它本身就是一个冲突点，所以刘备到死的时候还心智神明的，找李严担任尚书令。但李严这个尚书令，我过去已经讲过了，他也不在成都小朝廷。李严的尚书令是在哪边？李严的尚书令就在永安。那换句话说，他这个尚书令只不过是暂时的职位，就是刘备死后，那所谓的尚书令呢，就是到了谁的手上？到了诸葛亮的手上。那换句话说，刘备任命李严的尚书令根本是一个空壳子，不像东汉的尚书令是具有实权的位置。这个就是内廷。那我们再来看看外朝。外朝我们通常来称就是丞相府。我们看什么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各位仔细去看诸葛亮的《出师表》，诸葛亮《出师表》大概有630多个字。各位仔细去看那个《出师表》，它里面写的很多的东西，其实都跟东汉的政治体制完全违背。他主要强调，为什么他要强调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因为在古代，无论是兵权、司法权、立法权，甚至于人事任免权，全部都掌握在谁的手上？都是在掌握在皇帝的手上。如果皇帝那有意见的话，丞相还不得不遵照皇帝的意志行事。那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得到，像汉武帝他成立的内朝外朝，内朝外朝，那很多人都写过这一方面的文章，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为什么皇帝要建立一个内朝？原因非常简单，只有一个，他要掌握所有的权力，使这一些权力凝聚在皇帝的身边。但是我们看蜀汉就完全不一样，蜀汉是以外朝为主。这也就是说，诸葛亮在写《出师表》，他告诉阿斗，他就直截了当告诉阿斗，宫中府中要俱为一体，不宜异同。就是说我定罪的案子，你只要照批就好了，你不能够批示说在意，或者是再说，或者你有意见。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只有诸葛亮敢讲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历来大臣通通不讲这些话。什么叫做宫中府中俱为一体？什么叫做为什么会说宫中府中俱为一体？各位仔细看《出师表》，他所推荐的人几乎都是荆襄士族的后代。那显然诸葛亮是要在弥补这一块，而这一些人都是听诸葛亮的，不见得听阿斗的。这个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那第二个，我们再仔细看，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东吴做不到，曹魏也做不到。那这个中间是有很多的事，我们从历史上面你来看，所谓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各位仔细去看，真的是宫中府中俱为一体的话，孙资流放就不可能变成魏明帝曹睿的心腹，而且可以去更改他的执政程序。就是说
连皇权的转移，连军权的转移，他们都能参与。但是我们在这点在蜀汉上面是根本看不到的。就是换句话说，我们讲秦朝经二世而亡，那所谓二世而亡，这个还有三世了，那个人就是秦的宗室子弟，叫做子婴啊，他投降了项羽。但是我们看蜀汉真的是二世而亡，到了阿斗他就完完全全的亡掉。阿斗的亡不是说宫中府中据为一体，而是说阿斗的亡是亡在他的经济没有办法做得很好。那到了最后，如果不是经济因素的话，否则凭借钟会跟邓艾也未必能够把蜀汉拿下来。所以我们看这些问题，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看第二段，各位来看看《出师表》里面他透露的讯息。《出师表》他透露了五个讯息。第一个讯息，益州疲弊，那请问诸葛亮为什么他要出征？第二个就是说，丞相帮皇帝去选任内丞，而这些内丞是经过丞相同意以后派到皇帝的身边。派到皇帝的身边，当然讲得好听一点，我们是宫中府中据为一体。那讲得不好听呢，你等于是派心腹爱将到皇帝身边去打小报告，或者冲眼线去掌握皇帝。这个在古代是犯大不敬之罪。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阿斗跟这些内臣是处理得非常的好，而这些内臣听的是外朝的丞相府的意见。好，这个是第二个透露出来讯息。那第三个他透露出来的讯息就是说，诸葛亮为什么他要北伐，他北伐的目的究竟何在。他一方面讲的是政治的问题，一方面他讲的是军事的问题，第三方面他讲北伐战略的问题。他就告诉阿斗，为什么我要北伐。诸葛亮他虽然讲为什么他要北伐，但是回过头来讲，其实诸葛亮可以不北伐。他自己讲的益州疲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那他为什么他要北伐？那当然很多人会讲以攻为守啊，这个汉贼不两立啊。错，诸葛亮真正关键他北伐，他是在凝聚个人的士气，就是国人的意志，他在凝聚国人的意志。他为什么才要凝聚国人的意志？因为那个时候蜀汉叫做民贫国虚，根本不适合打仗。但是诸葛亮认为说，如果长此下去的话，不待曹魏动手，蜀汉内部就要崩溃。所以他只为一个政治目标负责，而这个政治目标他能够做的就是北伐。他反而不像曹魏可以征发四方，他也不像东吴可以去拓展海外贸易，那他能够做的就是为政治目标做一个服务。这第三个。那第四个就是说，出师表里面可以看得出来，诸葛亮他在急于培养荆襄人才。各位晓不晓得诸葛亮为什么要培养荆襄人才？因为夷陵之战，各位去看哈，跟随刘备有20个人，其中2个是益州四人，1个是东周集团，17个啊，听清楚，17个都是荆襄士卒。结果呢，就是20个人里面1个投降，有一个死亡，那个是益州士卒的皇权这些，所以20减掉2等于18。好，还有三个像吴班等人回来，就变成15个。15个呢，当然还有廖化那些。各位去看
20个跟他征战的死了，好，死了多少？死了13个。这个是刘备留给诸葛亮最大最大最大的什么遗恨。跟他出征的20个将领是有记录可查啊，我讲的是全部都有名有姓。跟他出征20个，一个投降，一个战死，6个回来，各位去看8个。那我为什么讲13个？讲13个，还有一个是从吴简里面看到的荆襄士卒，那个人的名字叫做席珍。好，这一些人他是战死在武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1个，13个荆襄士卒通通消耗在战场上面，况且这些都是军人。就是换句话说，刘备带去打东吴的这一些人，13个荆襄的将领完完全全阵亡。这也就是为什么诸葛亮他为什么要急于培植所谓的荆襄人才。如果他不培植的话，诸葛亮这一代以后，荆襄人才在85政权里面完完全全消失殆尽。所以我们去看好你刘备的夷陵之战，其实刘备的夷陵之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的政治结果深深的影响了诸葛亮。这也就是说诸葛亮他上表出师的目的，那为的是什么？他要以战代训。还有第五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很多人讲诸葛亮他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但是各位想想看，好，各位想想看，诸葛亮的隆中对是霸业可成，但是他这个霸业可成啊，有2层的意思。第一个，偏霸，像齐桓公叫偏霸，晋文公叫偏霸，一匡哈，好，一匡天下，九合诸侯。这个叫偏霸之业。那真正的霸业是谁？像乐毅那样，真正的霸业就是说我要消灭一个国家，然后我要如何如何如何。所以我们今天去看这些历史的时候，不能够局限于文字上面的记载如何如何，当然这些是史料了，基本是史料，但是重要的是如何给他一个诠释或者是一个解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个还有你外戚跟刘封，诸葛亮为什么要处理刘封的问题？除了涉及到权力交接，涉及到军权，还有更重要的是说，诸葛亮他为什么要杀刘封，甚至于他要杀谁？他甚至于他要杀马谡。刘封除了是影响到蜀汉的政权交接以外，那更重要的，诸葛亮必须要向东周士人做一个交代。各位要看看，就是那我刚刚讲过的啊，那我刚刚讲，各位去看，荆襄名将全部死在夷陵之战，那跟随诸葛亮北伐的，谁是荆襄人？只有一个，这个人的名字叫做魏延，还有杨仪了。那当然，杨仪那是文臣，不是武将了啊。好，各位去看看，当诸葛亮命令马谡守街亭，他的部队的组成是虽然是诸葛亮亲自训练出来的，但是至少这些人应该都是东周兵。当这些东周兵是因为马谡临阵脱逃而造成的崩溃，按律是当斩。诸葛亮他也要向东周集团，他为什么他要向东周集团致意？为什么？
原因非常简单嘛，因为荆襄的兵完完全全都消耗在荆州战场上，所以尔后蜀汉的兵，一方面是益州的兵，另外一方面他用的还是东周兵。那这个传统他留了下来以后，他要杀刘封，除了立刘封为纲盟以外，那更重要的是说，要不要向东周集团你表示一下，如果不处理刘封的问题，也不处理马谡这一方面的问题，各位看看东周集团作何感想。这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去看吴懿也好，我们去看李严也好，我们去看吕毅也好，好，我们甚至于去把整个东周集团，你把人物稍微排列一下，蜀汉当官当的最多的是东周集团，反而荆襄士族跟益州士族没有东周集团那么多。各位去想想看，这个中间的原因那是什么？当然，我们今天去解释历史，大家是各凭依据去解释历史，但是话说了回来，当你是诸葛亮去面对这种状况的时候，你要怎么处理这些问题？你不能一句话，我荆襄士族永远当老大，那是不可能的嘛。正如同在国民党在台湾的统治，他也不可能永远当老大嘛。到了2000年以后，你国民党已经垮了一半，那当然很多人讲那是李登辉如何如何，其实李登辉一点都不重要，而是说当一个政治氛围已经改变的时候，你这一个执政单位如果你不做改变，那你的敌人就会来改变你。